前一次打了一个左外方向的杨春全垒打，也是目前全场唯一的一分。这个球打得强劲啊，传了过去又是安打。哦，今天礼拜五刚刚进后，而且这个球了是投手投得非常刁钻的，蛮低的，在外角的地方。对，就给正中了，但是偏低，所以朝着投手的方向打了回去，那个撞击力量有产生出来。